接下来呢，这支影片要带大家做运动。这支影片里面的运动呢，不用任何的器材，它是徒手的运动，总共有十个动作，所以不用出门，甚至你在家里，只要有个六分钟的时间，就可以在家里流流汗，然后燃脂一下。OK， 那我们准备跟着影片动起来吧。Go。这个动作是左右交叉腹肌，那训练到的是我们躯干的核心，还有心肺的部分。过程中保持呼吸顺畅。速度一致。3, 2, 1, rest. 3, 2, 1, go. 这个动作叫停顿深蹲。我们下来到大腿和地面平行的时候，停顿两秒再上。想象一下，后面有一张椅子。3, 2, 1, rest. 3, 2, 1, go. 这个动作俯撑转体，主要训练到我们躯干核心的旋转。3, 2, 1, rest. 3, 2, 1, go. 这个动作是我们的斜后跨蹲，主要训练到我们前脚的臀部肌群。过程中尽量让后面膝盖接近地面，但是不要碰触地面，保持呼吸顺畅。3, 2, 1, rest. 3, 2, 1, go. 这个动作移动俯撑，主要训练到我们的上肢、胸肌、肩膀，还有手臂的肌群。3, 2, 1, rest. 3, 2, 1, go. 这个动作后踢臀，主要训练到我们的心肺，过程中保持呼吸顺畅，速度一致。3, 2, 1. Rest. 3, 2, 1, go. 这个动作侧深蹲，主要训练到我们的下肢、大腿外侧的肌群。过程中，想象一下后面有一张椅子，屁股往后坐。3, 2, 1. Rest. 3, 2, 1, go. 这个动作波比跳，主要训练到我们全身的肌群，还有心肺。过程中保持呼吸顺畅，速度一致。3, 2, 1, rest. 3, 2, 1, go. 这个动作大字交叉，主要训练到我们躯干核心的腹肌。
3, 2, 1, rest. 3, 2, 1, go. 这个动作登山者主要训练到我们核心的稳定，训练到腹肌，还有我们的心肺。3, 2, 1, stop. OK， 刚刚这些运动呢，都会在我的新书《自主健身全攻略》里面，然后教大家。那里面会有健身房的训练、居家的训练，教你怎么自己安排课表，还有怎么规划自己的饮食，哦，教你怎么样有效率的增肌燃脂。OK， 那这本新书呢，5月25号即将跟大家见面，实体店面、网路通路都买得到哦。